来唱一首。唱一首什么呢？给大家来一首。那爱在靠近。我抓到你在旁边怀疑。哥。还是有人说错，哥。那很多，也是没丢的。儿子。是不？他们怎么训练的？阿明已经唱过了，那唱一首恰似你的温柔，听不听吗？唱一妞妞。哎，妞妞，下一次安安来了，再和安安唱。一个人唱不好听那个歌，恰似你的温柔，唱一首你们喜欢听的，就是有点偏美声型的，民族的，也是属于流行民族的。这首歌没有唱过，我不知道我唱的好听不。希望大家能够开心，然后我们点点小赞赞，一直点评论就可以。没有关注的这个地方可以点个加号哟。就是点歌的人，算了吧，点歌的人你们应该不喜欢，不知道喜不喜欢听。你唱一出了吗？那个歌叫什么呀？我想一下。点歌的人别知己，别知己。我都不知道唱什么歌，唱萱草花嘛，嘴巴嘟嘟都唱过了。残果，来个，就是我想一下呢，勇气啊，有人放烟花，我们天还没黑，你们那儿天黑了吗？当爱再靠近啊，这个歌可以给你们唱，但是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，我好像没有唱过。黑了呀，哦，当爱在靠近呀，流行的就是当爱在靠近，好吧。
如果大家想听《当爱再靠近》，我就唱《当爱再靠近》，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现在等你要怎么回应，天地都安静，唯一不安的是你的决定。我给你们唱完吧，谢谢啊，感谢直播间叔叔阿姨们送的小心心，大家都不用送礼物，点点小赞赞就可以了，谢谢大家的喜欢，就说希望大家能够开心。真的想寂寞的时候有可怕，日子再忙也有人一起吃早餐，虽然这种想法明明就是太简单，只想有人在一起，不管明天在哪里，爱总不容许人丧气，娘一遇见会让天成的交集，错过多可惜，如果我是真的决定付出我的心，能不能有人告诉他别让我伤心，每一次当爱在靠近，感觉他在清楚地告诉你，他骚动你的心，遮住你的眼睛，又不让你知道去哪里，每一次当爱在靠近，都好像在等你要怎么回应，天地都安静，唯一不安的是你的决定。谢谢谢谢大家，哇，天黑了，然后我们要吃晚饭了哟，然后之前就是说大家就说尽量说吃东西就是不直播，然后我就要下播吃饭了，然后谢谢叔叔阿姨哥姐们的关心，然后谢谢大家的喜欢，然后我们下次再见，然后你们没有关注的这个地方可以点一个关注，对，谢谢大家，然后大家早点休息哟，晚安，然后希望下一次也能够给你们带来开心，你们记得吃饭哟，拜拜喽。